连魏军的下人呢？都出去了吗？放心，连魏军一个都不剩，只有洛青莲自己。我早说过，我有的是耐心。 水兰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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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兰小姐！哎，你们有没有见到我们连魏居的水兰小姐？没有。莲姑娘，水兰小姐在我们府上，还在等你回去接她呢。你说什么？您快去看看吧。公子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甄夫人，甄夫人。 忽然重病卧床，哎，怎么了？ 醒了，公子。哎，你别说话，你现在身体虚着呢，我去让吕北义给你准备一些驱寒的药。这儿吗？这儿。你在生气？ 没什么可生气的。白天还好好的，你为何突然就变了样子？因为我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。你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你对吕北义余情未了，好一副惺惺相惜的样子。你说你看到了什么？我只是因为找水兰太着急，动了胎气。吕北义也是恰巧路过，把我看了看。 肚子好疼，你别拿孩子来当挡箭牌，肚子痛什么？要不我叫吕北义过来，摸摸你的肚子，让你好过一点。好，你们情比金坚，那刚刚为什么还和我如此的亲近，让我摸这个小孩，让我听这个孩子？因为你是这孩子的父亲，并且只是做了婢妾应该做的事。我真的是孩子的父亲？你说你只是做你该做的，那我告诉你，我该做什么？你不配做。 所以孩子出生后，你便不是这孩子的母亲。你说什么？小姐，姑娘，小姐，姑娘，小姐，小姐，姑娘，咱们回去吧。天大的事儿，咱们回去再说啊。是啊，姑娘，天真不郎，战火着凉的。不做这孩子的娘，孩子出生不叫我娘，就会像十二娘，叫别人娘。 明日，姐姐气消了，妾身。
陪公子去给莲姐姐赔不是。姐姐如此懂事理，定会和公子重归于好的。妾身求公子千万不要生气，气坏了身子。用情太轻，伤人；可用情太重，伤己呀。用情太重，他又何曾知道？只要有心，终将守得云开见月明。莲姐姐终会被公子打动的。就让妾身陪公子借酒消愁，静待月明吧。倒酒。是。声音啊，公子。有，有。公子，真没有。婴儿的哭声。公子。婴儿的哭声。公子，您喝多了，公子。有。有。公子，公子，你一定是喝多了，没有声音啊，真的没有声音。你一定是喝多了。公子已经睡下，回吧。莲姑娘腹痛难忍，已经落红。请简雨姑娘叫醒公子。公子吩咐了，任何人不许打扰，天大的事儿都得明天再说。是公子吩咐，还是真姑娘自作主张？李先生。现在已经顾不上孩子了。不可以，我的孩子没有死，我要把他生下来。难道孩子比你的命还重要吗？再不接生，就真来不及了。让我试试吧。好，那开始吧。知月，关门拉帘子。冉云，准备热水。是。我的爱。
丫头，公子醒了。擦把脸吧，公子。水，给我水。公子，公子，你醒了吗？公子，进来吧。公子，公子，你快去看看吧。莲姑娘她，莲姑娘，公子，你快去看看呐。知道了，公子，我们的孩子没了。丫头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贺连心，你害死了我的孩子！孩子没了，但是我们还可以再有啊，不是吗？啊，孩子，你不是说我不配做母吗？那是气话，丫头，你怎么会听不出来呢？你知道我对你是真心的，真心。我做的最错的事，就是相信你和莲心有真心。你是不是对公子邸的每一个夫人都是真心？那你呢？你现在对吕北义是真心的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我说你对吕北义是真心的。贺连心，往日种种皆成云烟，云消雨尽，恩断义绝。
妹妹，你心性强，你不知道，人生本就苦大于甜，所有得到也终会失去，可你何必这么执着，深深地埋了自己呢？妹妹，难道只有这个孩子才是你的亲人？我就不是了，他们就都不是了吗？小姐，这个孩子跟了你八个月，可是我从小跟你一起长大，你就真的舍得把我扔下吗？早知道你这么早走，我就不敢忍你这么久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醒醒啊！我再也没有这么好的主子了，你醒醒啊！丫头，难道你不想看到我后悔莫及，看着我痛不欲生，看着我为了这一切付出代价吗？丫头，丫头，你醒醒！妹妹醒过来了。妹妹醒过来了。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，太好了，赶紧醒了，太好了。公子。丫头，叫我变为庶人，一去别院。好，好。三哥答应了，这不像你。你明知道他在父亲面前的作用，怎么能听他的气话呢？你应该留住他，无论如何都要留住他。我受不了他看我的那双眼睛，冷得像冰，一点温度都没有。应该。在别人面前我有一万个应该，可在他面前却只有一个不忍。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会相见，你在别院一定要好好珍重，只要一有机会，我们就会想办法让你归来。柔姐姐，我还要珍重什么？我已经一无所有了。谁说的？还有真相。什么？你真的相信这是一场意外？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？路只有一条，为什么公子可以躲得过，你却躲不过？你难道不觉得这其中另有蹊跷吗？柔姐姐，你是说难如真，一定是的。虽然现在我还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样的手段，但是你放心，我和你荣姐姐一定会替你找到真相，杀人偿命，
上天没有给你的公道，你就自己讨回来。南郊别院不过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点，绝不会是终点。记住，你一定要活下去。等到人赃俱获的那一天，无论再苦再难，你也一定要亲手为你的孩子讨回公道。多谢姐姐提点，我记下了。莲儿，你要记住，公子对你绝非无情，他一定会回心转意，接你回来。我生平最后悔两件事，一就是没能阻止灵儿入王府宣誓，二就是没能把握住公子给的三次机会。我现在只想知道，会不会有一天公子也会后悔。现在灵儿已是庶民，还请公子给第四次机会。你永生永世都没有机会。因为永生永世，洛青莲都是我贺连心的女儿。